黑海岸的夜晚总是如此安静，漂泊者，你听，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没有规律，却组成了无法预知的旋律。像你承诺的归期，令人期待着未知的发生，陪伴我观测星空的变化。自从你离开后， 无法入睡的夜晚，我都会来到这里，仰望着星空，倾听海浪的声音。如今，终于再次与你一同沐浴在月光下。很抱歉，之前欺骗了你。我原以为，为维护泰提斯系统 由索诺拉诞生的我，是成为泰提斯系统核心最好的选择。而在那一刻到来时，我的内心却萌生出不舍。我还未听你讲述新的见闻，还没亲手触碰过你曾说过的花蕾。融入泰提斯系统后，漂泊者以后的故事里 不再会有我的声音出现。那一刻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名为悲伤的情绪。但是你又出现了，为了我而来，牵起我的手，离开那片虚无的空间，把我从不可预知的漫长的黑暗与寂静中 解放出来。如同初次诞生那时，你以自己的频率开启了蝴蝶的茧。我睁开眼，看见了一个绚丽的世界，像现在这样，和你一起，在黑海岸的海边，在月光下，聆听海浪的声音，从心底 会涌出奇异的感觉，温暖的，轻柔的，将空洞的心填满。这就是满足的情绪吗？今后这样的时光会一直延续下去吗？我似乎也变得贪婪了。 从在这里等待你的归来，从开始拥有梦之后，我或许渐渐的能真正理解人类的情感。似乎已经说了很多遍，但是除此之外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才能向你表达现在满意在我心中的这份情感。 欢迎回家，漂泊者。也谢谢你带我回家，回到这片土地，回到我们的黑海岸。